When I see your face. 每个 tower 都有两个 lobby， tower A 这边一个 lobby， 两个 lobby 也是要给你吃。你的 pass 能 access 到你住的地方的地方来。也就是说，上面是千五千五啊？全部都是千五千五。OK。就是说，总共有两间在这边。啊，对对，我们是 outside call。所以这边要看到 KLCC 就一定要高过23楼吧。Tower B 也是 ，Tower A 也是，一定要高过23楼。对，这一边呢、啊，这一项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赛。像这一项。号码是1234啊 ，A 的1234 ，B 的1234。这边大概几层？也是20多。什么？我看到这个 KLCC。这一多几层？20多以上啊。我是不能看到整只，因为啊。顶着一只啊。就是一般。一般嘛。啊。要做 sky bar 没有做啊？没有啊，因为如果 sky bar 人很杂、啊。对对对，一样的。因为很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concept。哦，这样子。因为这个不够高的话是15楼吧？15楼。所以看不到 KLCC 了。所以一样是你两个 limit 出来就是两个 unit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15楼以上呢是它不会给人家觉得是一排这样子，其实这个是四间的，但是我们隔开了，就变成两个 limit 两个 unit。而且是只有一个 window 可以开罢了，因为还通常人家会担心好像吵啊，但是第一关窗就没开，是听不到，是吧？好像比较注重的是玻璃。拉布雷耶了，啊对。拉布雷耶有没有一些防灾的？这几年点这是第一个了，这几年点的，它是已经有粘一层了的，只是没有这样厚，比较黑了。啊，对，其实不需要啊，你做 Love Layer 的可登就够了。我们 Love Layer， 我们给 Love Layer。可以去30楼看，装修好了没有？不可以，不能，我们去拍一下。Cause we're getting away on a sweet escape tonight. Just believe it.